应该不会有蚊子。现在在做生态的见证，它活着。我们录影呢，你可以讲话。哎，你要录影啊？录啦。太厉害了！发现这一壳，就忽然发现一只火。对啊，可是它动作好慢哦，慢得很诡异。嗯，你觉得它快死了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是。那你觉得是脱壳？嗯，产卵？不是，它是公的。刚爽完，背面特色也拍一下好了。背面吗？嗯。刚刚所讲的全部录下来了。太可怕了。好，我再去找。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。哇塞！哎，碎裂。